一字排放高水哦。第一队，咱来到达台江。哦，原来这个湖是赏皮嘴鸭的地方。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呢，可能要望远镜吧。原来这里还有什么黑面琵鹭，还有很多种鸟类。在这个池可以看到吗？黑皮区 ，Happy Happy。这种天气又蛮适合，现在大概27度，嗯，穿长袖也对，防晒。你看，旁边这个是用牡蛎壳当作护栏。啊，今日限定哦，是今天才有，哎。哦，假日才有。假日才有。好好，下去下去。好可爱的。哇，随便一个角落都觉得好漂亮。这种鹊桥有一种美感。上的风很凉爽啊，看这边，啊，好像水上的人家，建屋就在这个湖面上，来宾止步。这景色叫做台江内海，差点看到河江内海。哎哎哎。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？可惜天气有点哇，原来是这样，上面很多竹排。我们进去那个游客中心看看入口。芝麻开的门，嗯，外环那边上山了，出来出来。不错吧？值得爬上来看吧。有拍的。有拍起来。按照规定买了帽子，锻炼几手。福利车的冷泡茶，然后这个经济也是有纪念价值的。